超长的统治岁月足以令任何一个中原王朝汗颜。当时的土司王国到底富裕到什么地步呢？或许看一眼土司杨辉墓里的彩釉陶俑队，您就能感受到那种大排场。在杨辉墓出土的一套陶俑，表情栩栩如生，动作各有千秋。这套陶俑是一个小塑像群，其中最高的仅有21.5厘米，现博物馆展出的有70件，包含了各种人物形象，有骑马佩剑的武士，牵马漫步的行人，敲锣打鼓者和马背上的号手，还有负重前行的奴仆等。这些陶俑就是专门为入葬用的了，它主要是出土在墓道呀，还有墓葬的前庭呐、就是要进入墓葬的通道上。杨家第25世孙杨辉生活在明朝中期，是个十足的贵族。他不但有几百处良田茶园，有几十处猎场鱼潭，有专门织布造锦的机构，还有自己的银铅矿和几十个冶铁处。那个时候统领一国封地的明代亲王一年俸禄才只有10000担，连杨氏田租收入的1/6都不及。细看这些陶俑，有一匹马没人骑，只有牵马人。据贵州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这匹马上的位置是留给墓主人的，队伍中间还有一顶轿子，也是给墓主人的。无论是骑马还是乘轿，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路上还要有人演奏乐曲。这个国家一级文物向我们昭示，音乐是古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不过衣食住行对中国人来说，民以食为天，最重要的事情还是食。辣椒在贵州人的生活当中必不可少，一天的美好一定是从辣椒开始。无论是一碗长方面还是一碗洋芋炒饭，如果没有辣椒，这个食物就没有了灵魂。当然也无论是谁走进街边的小馆，马上就能感受到火热的热情。我就在想，我们现在吃的食物，曾经的古人是不是也能够触手可及？显赫的杨氏土司有没有我们这样的口福，像我一样能吃面呢？15世纪晚期，哥伦布发现南美大陆，将部分南美作物从南美带到欧洲，并由此向世界传播，其中包括玉米、辣椒、土豆等，16世纪晚期传入中国。这些作物，特别是辣椒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播州传统种植的作物有稻、麻、麦、豆薯等等。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是一个厨房的遗迹，发掘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个里边的这些土样全部都进行了这个提取，从这个植物的这个角度就发现了大米、小麦、豆类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物。那今天遵义比较有名的小吃就是豆花面，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豆花面应该已经是当时土司舍近的美味了，只是它没有辣椒作为佐料。同时
这个厨房遗迹里面也出土了一些动物的骨骼，比如猪和鸡，在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牛马这样的动物的骨骼。从骨骼伤痕上看，除了被作为畜力使用，牛与马也是土司餐桌上的美食。想了解一个国家，就要理解它的一段过去，想了解一段过去，就要了解当时的一个人。对于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生和死。生是生活方式，我们能研究他居住的地方，就可以感知他的活动轨迹。海龙屯就是研究波州土司生前状态的好地方。但对研究一个人来说，仅仅研究他生前的世界是远远不够。阴间的秩序是对阳界生活的另一种写照。墓葬是一个人死后的世界，在中国人的墓葬当中，我们不仅仅可以看到他们生前的用具，他们活着的时候遵循的礼仪和价值观。而杨家墓群就是我们研究播州在土司管理下的生活情况的捷径。杨灿是杨氏的第十三代孙，他自幼诵读儒学经典，在位期间大力发展生产。在多次对外战争中，他凭借武力掠夺大量财富和农奴，大大扩展了播州版图。后世史家评说，播州传至灿，封疆始大。作为杨氏子孙里最有作为的统治者，杨灿一定想不到，他花尽心思建造的宫殿，几百年后从鲜为人知的风水宝地变成了游客众多的博物馆。杨灿墓位于遵义老城东南约十公里处，地属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平桥村黄坟嘴。它是播州杨氏土司墓葬规模最大的一座，因拥有大量精美的石刻，杨灿墓堪称是地下石雕艺术的博物馆。在杨灿墓中，我们可以窥探到当时生活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这个塑像就是当时杨灿根据自己的模样派人雕刻的，据说衣服上啊还有彩绘，只是时间太过久远，已经不明显了。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服饰制度，二十四史中的鱼服志里有清晰记载，什么级别穿什么衣服，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这是中国古代礼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土司穿中原服饰为风尚，杨灿穿着与当时中原同等级官员毫无差异。从这种外在的表现，我们也能看出这个偏居一隅的大姓氏，他们对华夏礼仪的重视。从他们的服饰，像这个曲腿屐案，还有屏风之类的，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应该还是比较繁华的。这座地下宫殿分数层，墓内设有台阶，台阶上还有立柱，柱下有杵。上联、方檩、栏额、雀替、斗拱，一系列木结构建筑的装备都配齐了。屋顶上一角飞翘铺满瓦当。值得一提的还有两根高浮雕石柱，一根是虎，一根是龙，分别立在壁龛外的两侧。最有意思的是虎柱，头是虎头，身子却是龙形，盘绕在柱子上，居高临下，守护着墓主人的安全。那灵动的感觉，仿佛一旦有人走近他们，就会飞下来问：“来者何人？”这座墓室除了人物和神兽的雕刻之外啊，我还看到了很多花卉的雕刻。这些花卉雕刻基本位于这个墓室的下半部分，紧挨着棺床的位置。另外啊，我们来看
这幅雕刻异常的精美，是典型的宋代雕刻的风格，后人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野鹿衔枝啊，一头野鹿衔着一根枝草飞快地向前奔跑。无论是文官武士进贡图，还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亦或野鹿衔枝狮子戏球，这些其实都是中原文化的代表。杨蚕墓中充分体现了杨氏家族信奉的儒释道精神。杨蚕也曾总结一生执掌多事经验，做30字家训10条，刊时以示子孙后代。尽臣节，隆孝道，守鸡求，保疆土，从简约，变邪佞，勿平庶，恭好恶，去奢华，谨刑罚。石墓虽为阴宅，但也可以看出当时播州人民房屋构造。其实它这个墓葬啊，它本身从广义上来讲，它也可以算一种建筑，只是这种建筑在地下，因为它毕竟从墓的这种本身安全来讲，它墓室的这种结构啊，它就需要有些建筑的结构构造在里边，包括这种墓室的石头啊，有的是非常大的，大概有3000公斤以上，这个说明当时的工匠的这个建筑对结构这一块的技术的把握应该还是比较娴熟的，因为这种石头它容易脆，容易断。宋代墓经、营造法式等建筑技术书籍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建筑已经发展到了较高阶段。杨蚕墓的仿墓结构与当时宋代的一些建筑关联度是非常大的，这些仿墓的结构成了现代建筑学家研究当时在贵州黔北地区宋代地面建筑构造的一些重要的依据。如果我们现在研究贵州的宋代建筑，我们还得从这些墓葬里面去研究入手。它这个建筑它还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它有宋代的风格，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杨蚕的那个壁龛的屋顶，就它的那个屋顶是比较特殊的。我们中国建筑比如说有悬山顶、歇山顶、五殿顶，其实那个屋面啊，现在我们都无法从正常的结构去怎么理解，但那个屋面它雕刻是做出来了，但它地面以前会不会有这种屋面的形式，我们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来深入。杨蚕墓的石头是砂岩石，盛产于川南、重庆、黔北，这种石头很适合做雕刻，但这种石头有一个缺点，容易断，所以杨蚕墓墓室的构造如果再做大的话，可能就会断。当时的工匠充分地考虑了这种石头的特点，在反复试验和失败的基础上，确定了最后墓室的宽度、长度。杨蚕墓充分体现了中国宋代建筑水准。杨蚕墓这些雕刻的技艺可以追溯到大足的石刻，还有川南的石窟寺。这种石雕的技艺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早在1957年，考古队就对杨蚕墓进行发掘，但遗憾的是，除了石刻、铜鼓，里面出土文物甚少。这个墓不是盗，是官军把它砸开了，把里面的宝贝抢走了。就是说，平波战争中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五师旗信状告杨应龙造反的，志在复仇；官军呢？官军他打仗图什么？他志在劫财。像杨蚕墓这样的规模宏大的这个墓葬，而杨蚕呢，他本身又是开创播州盛世的一代有作为的官员啊，
他的墓葬里边肯定是埋有很多价值连城的宝物。那么官军在平定亳州战争以后，除了把海龙屯抢光以外，把你的祖坟全部扒开，把所有的殉葬品抢光。虽然我们已经无法得知杨灿墓里会有怎样的文物，但是杨灿之子杨介，他的墓穴里出土的文物却能让我们一窥当时生活的风貌。杨介墓是目前发现的唯一没有在亳州之战后遭到官军毁坏的土司墓，但是他的发现却来之不易。我们根本不知道杨介墓在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当时对整个墓地进行发掘的时候，杨坑墓志铭出土过后，从杨坑墓志铭说他是附葬在他的右侧，根据这个线索，我们才开始去寻找亳州杨氏14世杨介的墓的。其他所有土司墓都是我们西南地区比较普遍的土坑石室墓，石头砌筑的。而这个杨介墓呢，当时我们也是按这个思路去找，但是没找到嘛。考古队员按照墓志铭线索，根据墓葬的习惯和他们分布的环境，在杨家墓群附近反复勘探，花了半个多月时间锁定了一个坑。我们的技工师傅在那儿钻探，钻探就发现一个就是8米乘8米的一个土坑，的确有个土坑，在一个农房的后面哈。哎呀，我们觉得很奇怪，那个土坑又很像一个墓穴哈。但是呢，我们都钻下去5米了，没发现石头，因为他们家那个土坑是那种石室墓，它是大石块做的嘛。那附近的搞什么基本建设的修建呀，农民建房呀，经常都会去用那些石头。就地取材嘛，拿来作为建筑构件。我们想根据那个墓志铭，那这个墓肯定是在这儿了，那不会错的。但是后面转下来只有8米乘8米的这样一个坑的话，哎，我们当时是很失望的，就觉得肯定是被盗了，因为盗了但是那坑还在嘛，但石头肯定被取走了。但是我们就还是有点失落，主要是就觉得是被盗了的，就是被破坏了的这种失落。考古队员不肯轻易放弃，他们接着又往下挖了3米，铲子就触到了棺木。细细一看，这副棺木棺盖上用的竟是金抓钉。考古人员根据多年的经验判断，这位墓主人绝非无名之辈，他一定就是杨介吧。可是土坑墓一般都是平民去世以后采用的墓葬形式，贵为亳州土司的杨介，他的坟墓怎么会是土坑墓椁墓呢？亳州杨氏虽然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首领，但是他们家特别重视理学，就是儒学思想是很重的。那么我们土坑墓椁墓这种墓葬形式，实际上就是商周时期以来的中原文化典型的一个丧葬的一个形式。所以我在想，他这个墓葬形制的使用，实际上也是对他们家的这种对儒学理学重视的一个体现。除了因为信奉儒学佛学的原因，杨介选择土坑墓椁墓，或许跟当时抗蒙的背景有关。杨介与其子杨文当政期间，都是在协助宋中央政府抗蒙，这极有可能使得将财富拿去军用而造成一时经费紧张。比如像杨文修建的海龙屯，就是个耗资巨大的工程，而石墓的建造及取材都极其耗钱，土坑墓椁墓的购置却比较简单。所以杨介墓放弃了石墓，而采用了土坑墓椁墓的形式。
恰恰是这种特别的普坑木果木，让杨界墓中的宝物躲过了诸多灾难。但就算在如此低调的墓葬里，也清理出80余件金银器，其精美与完整度承包了贵州省博物馆整个历史贵州展厅的金碧辉煌。当时我们跟就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就把整体的杨界的夫妇的两个这个棺椁整体打包运到这个北京的中国社科院，我们进行一个实验室考古的一个工作。我记得杨界夫人的话，差不多她整体的打包以后有7吨，杨界本人那个棺椁差不多有12吨左右。那个墓葬因为它是一个土坑的一个木果墓，垮塌了，这些金银器破损的比较厉害，所以我们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他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进行对这些金银器进行修复。目前第一批的修复文物基本上已经修复完成18件，第二批现在还在进一步的修复过程中。我们看了那个丝绸的金杯，它是采用了一种高浮雕的一个工艺，高浮雕工艺是南宋时期比较流行的一个工艺，而且它里面使用了一个夹层，就是它那个杯是内外两层来做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个金杯的外面是浮雕，很精美的，但里面它是没有凸凹的那个感觉，它就因为用了这种夹层的工艺，里面它又用一个金箔片放里头，所以它是比较完整的。同一个系列的还有一个金盘，金盘也是一个螭首，它采用了这种垂叠的工艺，首尾相旋，漂亮精美。贵州省考古所设计徽章时，就是从杨界墓出土的这个金盘子上找到了灵感。我们觉得就是这一套器物哈，它的形制的特征是典型的宋代的。这种器物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出现呢，实际上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摆设，因为那个东西好像不是很适用，还是体现出一种不周杨氏土司的它的那种经济的这种成分和家庭显赫的那种体现吧。宋代尚雅，文人墨客在自由幸福的氛围下追求着精致的生活。在杨界墓还出土了香烛瓶子、金银茶具，这些也让我们看出古人生活中焚香捻茶的仪式感。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有执壶和温碗，有一个相柳的执壶，执壶和温碗它是一套的，然后还有很多盏壶，这都是配套使用的。执壶和温碗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温酒器，当时喝酒的话那时候还要温哦，下面温碗里头就装的有这个热水，那个酒壶放在那个温碗里，那个酒不是就是热的吗？那么那一套临上的器物里头还有这个盏，还有杯，这些都是也可以作为酒具嘛，这样的话就是对当时酒文化是一种体现。另外的话它不是还有好多茶盏和这个盏托，也是成套使用的了。就连最低调的普坑木果木出土的文物都如此丰盛，难以想象如果其他土司墓保存完整的话，会留下多少奢侈与荣华。从杨端入西南，到杨应龙在海龙屯上兵败自尽，播州实现改土归流，杨氏家族在播州的统治延续了700多年。杨氏治理播州有其暴虐的一面，但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西南地区文化经济的发展。杨氏墓群及海龙屯出土的文物和当时中原地区流行的器物高度一致。土司不是闭塞的土司，杨氏家族一直崇尚儒释道文化，和中原及海外都有密切交流，可见土司不土，
西南地区的人民也有着自己独特优雅的生活方式。